如来妙觉圆明，真如性情啊，明一切烦恼色已断尽，离体本寂静，离一切相，彼地妙善根，深不可断。也用心哦，佛陀不断呐，甲咱提醒教育，爱往大圣的法，好好用心，因为大圣法啊，会当发觉了咱的真如。本性，咱逐天都在讲本性真如，人人本具。明明啊，都是伫咱家己的内心里。明明呢，觉性伫咱的本觉的心灵的妙海里。咱有会当了解真多道理的心地，但是呢，咱偏偏不觉不知，为什么不觉不知呀？亲像几工前讲过去，水在无明酒的内底里嘛，咱。宿醉未醒啊，所以咱一定定未记得了咱的真如本性，咱的心地，地，这人事物道理中，咱看未开呀，未清楚，所以定定都是地。人事物中起烦恼，三生无明，这是咱凡夫啊！也咱要学佛，就是爱学定的回归啊，咱的妙觉圆明真如。咱的本性，本性原是清净啊！这咱都定定伫咧讲啦，啊，大家人嘛定定伫咧听，只是呢，迄个真如性的清净，咱无法度去感觉到。咱的妙觉圆明，咱无法度去体会、发明到，无法觉啦，无清楚啦，这是咱一直还佫沉提伫凡夫地里，那就是爱用功嘛，咱来清楚了解。会当安怎样，予咱真正体会去接触到，那是明一切烦恼，色已断尽。咱一定法爱真正用功啊，去体会。同款是一个人，行善，或者是作恶，是一个人的一念心。这个人一时的糊涂啊，一念心起啦，伫人事物看未开，无清楚。
情执啊，妄动呢，都犯着罪，做罪啊，犯案呐、啊，那伊都爱失去了自由，伫感觉的内底呢，同款一个人，伫感觉内底啊。好、哦、有一群的菩萨啦，入感觉去，把这些道理在感觉里啊，时时去给他们亲像水分，去给他们滋润啊，那片干燥的土地，人的心地啊，欠了发水滋润。这些人一粒心神经沉在内底，烦恼呢铺在面顶，小块无明风一吹，就是蒙烟散地，这就是犯罪的人入去在感觉的内底，菩萨就用着法水呀，用心耐心去滋润伊，慢慢予伊心地精致啦，会当发芽、播种呀，神经慢慢该滋养起来，予伊精致发芽起来，一旦。神经存垮啦，那精子发芽啦，神念一起，伊会当接受化啦。在迄个环境中，好好反省，家己呢，看看过去的错误，搁再入来的人。这么自由来去自由啊，入来讲他们要说的话，话讲完啊，带动大家人心开意解啊，欢欢喜喜说再见哦，定时间再入来给你们关心内地的人期待期待着这一天相遇的时间，外口的人会当入来，搁再来讲一挂外面的消息，讲一挂感动人的故事，讲一挂过去迷茫的人生，现在呢觉醒的菩萨，在人间。活生生啊，现身说法，让他们可以深深体会，这样明一切烦恼，过去的错误，就是无明烦恼造成的啦，清楚啦，现在开始，愿意改过发心入愿呐，安尼开始伫内底呢忏悔啊，改变伊个人生习气，一直到成绩袂歹啊，就改加薪，互你提早自由，但是呢？是带罪之心，先把你加释出去，啊，逐天呢都爱来报道啊，看看你出去外面呢，的行为是安怎啊？就安尼伫外面，哇，甲即群的菩萨啦，自由伫外面。随着这群的菩萨，天宽地阔，投入了
这志工的团体，不管是环保、疼惜大地啊，去知影这的文明啊，是来自于曾经是破坏山河大地，就有所抽出来，污染了空气啊，制成了物品，这些物件是人需要去应用，真紧都给淡掉去了，又回归大地。那这个大地呢，受损害，哇，这些道理呢，知啦，本来是一堆的粪扫。伊投入了这堆粪扫呢，伊内底呢开始，这些物件伫咧分类啊，伫咧回收啊，了解到这些物件的起源伫大地的内底，原油、石油啊，原来是伫大地底。恬静自在，人类啊，国聪明啊，就从这个地底呢，困扰了大地呢，深深去甲伊钻探，去甲伊挑出来，这来污染空气啊、哦，这个道理知啦，看到。眼前这大堆的物件，若无人用心啊，去解回收、去解分类、再制，那这些物件要蹲伫倒位呢？埋在大地的内底，哦，搁在啦，千年不悔，吼、哦，袂。暖气没啦，伊就是安尼。这块土地有偌大，这些垃圾、粪扫的物件埋伫土地的内底，拢总袂休暖气。安尼，这片大地呢，那就是受益，盖盖掉去，这块土地无作用啊啦。在未来，人类所依赖的土地啊，就是寸草不生。这用心细思，去了解伊的源头，知影伊的过程，人类的作作使用，终归伫后面损害。哦，这些道理拢知啦。真的，虽然看起来是一堆粪扫，家己都会去想啊，甲家己无有过样啊，心那无有受到污染，那无有讲烦恼复杂，去做作错误，那会去失去了自由。入去监狱呢，出来呢，也阁都爱真长久的时间，予人监视哦，也阁都爱家己的习气呢，也都爱靠这个大环境，真侪人用心来甲咱辅导，来甲咱改造咱的人生，这。要搁再回到倒来，予人人会当信任啦，包括家己的亲戚朋友，这都还搁一段真长的时间。啊，这个人呢，伊都要下定决心，爱去努力啊。这甲咱伫咧修行，敢毋是共款呢？啊，咱。无数劫以前，
咱嘛是真如本性啊，不生不灭啦、啊，咱与生俱来，咱也捌经过了日月灯明佛的时代，咱也捌经过了大通地幸福的时代，咱经过了八王子，经过了十六王子，经过了无数的菩萨，啊，生生世世人间啊，来甲咱度化过，啊，咱就是安尼，还是搁在伫懵懂中啊，加在。过去生有这份缘，有相识，有捌啦。咱有这个亲友，是亲教师呢，或者是助缘呐，来启发咱的善心的人，咱生生世世应该都有。但是，咱人间性命苦短啊，咱学也未尽完成，咱的亲友伊的任务一段结束啦，无法度阁继续甲咱教育落去，也咱家己呢，生命也是有限，咱又是来生世啦。由不得自己，咱又是呢？搁在依报正报，来生来世，又是搁在地迄、那个醉酒的内底，醉在无明香的内底哩，浸在迄个毒水的内底哩，毒水。就是欲念啊，贪嗔痴，安尼，都搁在继续伫咧作业，还是同款呢？迄个亲友啦，又搁会当当着咱啦，过去有缘，既是咱的好朋友。也是咱的至亲的人，搁断掉啦。为什么你现在也搁是安尼啊？记着你最少的时，伫我的家庭，我已经予你保住了，藏伫你的衫的内底啊。你唔知吗？你会当用这粒宝珠？去无伊个啊！看，咱心怀无助啊，入不出各地呀、啊，真诶！明明咱都有，啊，就是一时无明气啦。啊，即嘛已经知咯，明一切烦恼。知影咱注意伫无明香底啊，浸伫毒水污染诶毒水诶内底底呐，可是伫这个污浊诶空气中呢，所以咱现在啊，就是安尼诶反复，好伫呢，咱有这份诶因缘。生生世世有缘呐，受佛菩萨，安尼来甲咱牵引呐。尽管咱累世也搁伫咧无明相内底，毋过呢，累世诸佛菩萨还是现在咱的面前，咱的善知识。就是伫咧甲咱教育，所以咱明一切烦恼，咱已经搁知啊，一切都是烦恼无明啦。
咱应该要下定决心，断除一切的烦恼。这回应该呢，啊，隆重释义断尽，这是对佛陀的时代呀、伊的比丘群中，已经这一回悟佛。得佛受记啦，这回呢，应该是爱隆重透彻了解，释义断尽一切烦恼。修行的过程啊，应该也是离体本寂静，即嘛已经知啦，离体。那就是真如本性啊！咱深埋的，咱内心的深处，其实这个道理啊，是永远存在天地人间啊，在咱的心底的内底，咱本具啊，离体本寂静，那。天地宇宙之间，是咱家己呢，拢无去体悟到，咱这个本性啊，是离一切相，敢毋是定定甲大家人讲过啊？体离本无体相，这就是道理啊。道理伫倒位提出来，互我看啦，都提袂出来啊！生老病死啊，这是道理吗？是啊，这是道理啦。互我看啦，都是无法度提出来。但是呢，时间久来，家己爱去感觉啊，感觉。细汉的时，当去恁家看看恁家呢，父母甲你细汉有翕相无？那是有翕相啦。去看迄张相，甲你现在的相有共也无共？哦，无共啦，那就是。生幼小时，这就是道理啊，父精庙血啦，源头啊，因缘，迄、那个源头的因缘啊，是父庙的因缘交合啊。也咱介意呢，是攀着这个缘。甲这对的父母有这个姻缘呐，所以伊怀孕，咱来生，生出来的相都是安尼，啊，这都是道理嘛，十二因缘法啦，咱应该爱知呀，十二因缘法，这都是道理呀，形成了咱生。老病死，哎呀，人敢生做是安尼？几十年前我捌的人，几十年后啊，看到伊的相啦，感慨真深。证实了呢，离体无相，真正呢，伊本来道理是寂静的。但是呢，因缘会合啦，形成了这个相啊。啊，因缘啊开啦，就离一切相，生老病死呀。那在相都搁再分离去啦，不管你相是安怎变，在相都分离了，所以。咱爱回归呀，回归，佛陀教咱教。
教育要安怎样回归咱的本性、道理、人之初性本性，这就是但人的根本啊。古早人就是安尼讲，佛陀嘛安尼甲咱讲啊。真如本性是清净，无污染嘛。这种心包太虚，咱那是觉悟了后啦，太虚呀，那就是宇宙万物真理，无不都是伫咱的心底的内底哩。这心包太虚。天地间啊，这么这么多的人生苦难，未觉醒的人，沉浸在苦难中。佛陀呢，就是要把我们一一教育，人要觉醒啦，觉醒呢，远离无明。慢慢的无明起底啦，咱的善心念起啦，自然啊，滴滴妙善根，这咱人人本具啊，咱的善根呢，深不可拔，你搁较安怎样？就是啊。万恶不赦的人，其实呢，法律无法度通好该代谢，但是呢，伊嘛是侵含着伊的善的种子伫咧，真侪真侪年前啊，有被判死刑的凶犯呐，伊到底要？临受刑，执行的时，伊要求啊，要求伊讲，伊即世人作恶真多，希望会当头弥补。伊已经忏悔，希望将伊的身体内底啦，的器官呢，会当去救人，这。是某一个案件的某一位受刑者，将伫要受执行枪决的以前，伊嘛有这念的善心吗？将伊的器官捐出去，这嘛会当证明呢？众生人人具有性，这种的善。金啊，善的种子深埋着，但是想万启发啦，伊做作的这个罪孽呢，来生来世啊，嘛是爱受真大的报啊。虽然最后发一念善心，啊，这粒种子呢，也搁伫咧。所以咱应该爱真体会如来妙觉圆明，真如性情，咱应该拢爱相信，咱爱好好去体会道理呀。咱现在伫咧修行，必定呢爱亲像农夫伫咧耕田共款呐。咱有一粒菩提的种子，需要呢，咱好好经营。农夫耕田若无下种子啦，咱的种子除了咱家己自己，咱还阁会当向人群中啊，把这个种子呢向人人都去撒播爱的种子，安尼呢，世间就成为菩提林咯。风调雨顺啊，社会祥和，人间呢人心净化，这就是佛陀
伊来人间最大诶目标。咱逐个人呢，学佛、学佛啦，就是爱做会到，即学菩萨法啦。那咱好好来看过去诶文，咱怎讲过去咯？吼，即五百位弟子已经受记啦。讲出了因呢，就是内底怀着宝珠而不知觉啊，就亲像受小圣行的人，干那得要独善其身呐，安尼殷勤辛苦呢，干那知影讲苦集灭道的道理，知影讲。十二因缘攀缘了后啦，搁再落入六道四生，所以惊伊呢独善其身，有丰富的道理啦，伊唔敢提来用吼，所以一直呢就是安尼殷勤伫这个小乘。会来得修行啦。诸位灭道，以为呢？我安尼，我就会当灭道啊！我都唔免阁来生来世啊，但是呢，修小乘法啦，嘛是真辛苦，因为呢，真侪大道理呢，也无真透彻，因为呢，这学啦，定沙学也无了解啦，所以自性艰难呐，是唔是真正呢？可以完全大涅槃断大生死，是不是可以真自由啊？现在亲像呢，这被枷锁的人在外口也真惊讲哦，搁犯着错，同款呢，爱搁失去自由啊，这同款的道理啊，所以这。得孝为教，吼，这些修孝圣法的人呐，所以一切地缘呐，啊，有在不实。原来呢，还是同款，我心中有这粒宝珠啦，过去是唔知，原来呢，我有甲佛同等呐的地。慧啊，依佛同等的如来觉性啊，本来我都有啊，吼，那金甲世尊啊，觉悟五等啊，现在世尊甲咱开示啊，讲教遐尼真多的话啦，予咱了解啊，现在呢呀，向咱受记咯，吼。让我们有信心，更加有信心，我的如来真如本性也是存在。逐路时间，佛陀安尼甲阮讲，吼，慈悲丘啊，逆定所得，回救净灭。佛陀已经亲身安尼甲阮讲啊，讲阮大家人修小乘法呢，唔是究竟灭道啦，这只是呢小乘独善其身之意啦。果然，佛陀呢，
已经在化城内底啊，也已经讲起了真清楚，大通地性佛的时代，他就是阿弥，给咱教育啊，我救灵念定降佛神经，十六王子呢也讲大乘法啦，这已经古来呀，都已经和咱这个宝啊，把咱呢这个神经深深已经呢存在咱的内心里吼，灵念定哦，是恁家己有的本性，安尼呢，这个神经的精致爱静落来，是教咱静，唔是唬咱的哦，是灵念定吼，我叫灵念定，教恁呐，教恁安怎正佛的神经，恁原来都有啊，恁本来就是有这个精致啊。教恁安怎静，那就是大乘法啦，《法华经》十六王子安尼甲咱教，安尼甲咱讲啊，那今生出世啦，就是一直安尼直直来，一直到佛，因缘成熟，娑婆世界成佛啦。在会悟啊，开始呢，一旦因缘啊，就来修行咯。在僧团中啦，人人的根基各不相同，大中小的根基无同，佛陀爱用真长久的时间来教育，莫非呢？是要爱人人？回归真如本性，不过人人无法度去体会啦，所以下面这段文再讲：以方便故，是涅槃相，以你为实得灭道。世尊啊，我今乃至十世菩萨，这些。这段文，吼，佛陀甲遮个人讲啊，是用方便的教育来甲咱教示呢，有一个即种的境界，不生不灭，即种的涅槃大寂灭，涅槃的境界。啊，恁以为讲，这已断了因缘呐？了解苦呢的根源，安尼恁都已经是灭道啊！少，唔是安尼哦。啊，这些佛陀向大家人，伊讲佛陀安尼甲阮讲过，回到转来，五百弟子再讲，世尊啊，我今乃至十世菩萨。佛陀啊，阮即当阵觉悟啊啦，了解啊啦，毋是修得独善其身，阮应该呢爱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啦，阮嘛会当做菩萨啦，立灵根中啊，阮知咯吼，所以过去的是方便方。就是方法，便捷是便于利用哦。法啊，是方法方便提来利用。因为恁无了解，啊，只好呢用恁容易了解的方法，互恁了解啦。所以，便
用可以一切众生之机吼，就较方便啦。安怎样，互恁会当发心了解呀、啊？人间苦难偏多，还开始发心咯。知影苦啊，都爱知影苦的因由，所以知吧，和大家人知。这个因缘汇集做种种的苦难，让大家人可以启以一切众生之机，佛陀用可以适合众生的根基，可以接受的法讲给大家听，讲四谛，讲十字缘法，这样让大家人较容易了解，所以以方便故是涅槃相。用这个方便呐、啊，是为应消根基的人。在消根基的人呢，就是不为大乘法，因为伊知影这些拢是苦，拢是因缘牵拖来的。所以呢，我唔爱搁再立灵根，搁去攀岩呐呐。哇，我敢那修得我一世人。会烦恼紧断尽呐，安尼都好啊。我惊惊入灵魂呐、啊，所以呢，在小根基的人是不为大乘法啊，故以方便力吼，是小乘涅槃之相。佛陀呢，就是安尼。知影，这个人就是惊，所以才用方便的教法，借这个力量，安尼来教育人吼，那来显示呢，或者的小乘的人，哎呀，你那断去了烦恼，啊，都未有个因缘呢来牵染你，啊，就无有这个苦过来缠你，所以呢，这些。这个方法啊，吼，那消行呢，一点变吼。以你为识别多，哈，恁以为讲吼。安尼都已经是灭啦，安尼呢都已经到尽头啊！恁拢总是修的小心吼，那无想要求进大乘这种的人呐、啊，所以即意味讲吼，安尼都是灭道啊！我都是安尼尔定，安尼已经究竟是灭吼。这是错误啦！以为讲安尼一了就毕了啊，亲像假释出来的人啊，你若搁烦呢，还是同款呢，搁积来真济烦恼啊。唯有呢，你入灵根千推百炼呐，烦恼呢就是菩提，所以咱都爱好好入灵根呐吼，世尊呐、啊。我今乃第十世菩萨。阮即嘛拢知呀，阮嘛会当行菩萨道啊。我嘛做会到啊！这菩萨道呢，就是各有情的人嘛、啊。
阮即马嘛是了解啊，这个觉幽静啊，嘛是叫做呢大道心者吼，咱应该去体会觉幽静菩萨呢，嘛会当亦为做大道心的众生啊，名称呢嘛叫做觉幽静啊。这就是说，那有要求道啦，发大道心、大爱心的人，这叫做菩萨啦。那菩萨的道心啊，有道心的众生呢，啊，要求道的大觉，吼，这款的人拢叫做菩萨，吼，那就是得心。既然要修行啊，咱爱直接发大心，修大行。所以呢，咱爱直心恳求这条菩提大道。咱虽然现在也是凡夫，咱也阁是众生啦。其实呢，菩提道呢，咱现在开始都爱用直接。向菩提道去求取，去殷勤，去立定根中啊！这就是最直接啦。走这条路呢，回归咱的真如本性来，这叫做大觉幽静人呐。咱学佛就是爱学的呢，这份的大觉道心吼。展开咱的心胸，大爱呢，向伊大道呢去求，这是咱真正的究竟圆满的大菩提道。是啊，小乘法，或者是要大乘道呢，都要看咱家己的心啦。那那是求大乘道。从凡夫地就可以直接发大心，我们就可以现在呢就是菩萨佛陀的五百弟子啦，现在已经知道我今乃至实是菩萨，我们也可以发大心，行在大菩提这条的直道，这样呢直接直直走去，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，佛陀的五百弟子都了解，我们是不是有了解吗？那这就要看大家人都要时时多用心。